妈，这块真是奶茶一条街，你看对面是一点点。哎呦呵，这个看不太清楚，这光效不行。哎，但是你能看出那个形状吗？这是一点点的形状。然后这楼下是喜茶、鲍师傅、那个茉莉奶白、邱大叔、民强茶铺、查理仪式，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冰厅，哎，就是也是卖那种饮品的嘛。这简直就是个奶茶一条街呀！我服了气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光球，这不就我昨天逛街还是前天逛街的时候拍的吗？